大家好，我是地方熊猫。今天熊猫要来玩一个敲钟的游戏，如果能敲108下，熊猫今年的愿望就会实现。该游戏是免费的，连结熊猫放在资讯区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帮熊猫点赞，我已经快100,000订阅。我只有30秒可以敲钟，越大力烦恼喷掉的越多。该游戏全是技巧，没有运气。锤子会跟着滑鼠移动啊，你这个。我敲108下。哇，太难了，这要怎么敲108？我们可以调整锤子的长度，长一点应该比较好敲吧。越长当然是越痛。烦，谁啊？哇，敲不到。笑死，太长根本敲不到。那锤子觉得小餐呢？太长了，你这样把前端用短一点会怎么样呢？锤子的部分选择哑铃比较痛。完了。旋转的哑铃敲一下漆，感觉蛮痛的。完了，过年敲不到108个钟，命中次数太少了，失败。我敲108下。日本要过年都要敲108下。吊臂再短一点应该就可以。这怎么那么难？完蛋了，吊臂太短。 OK， 旋转的哑铃很强哦。新年快乐啊，跟熊猫一起敲钟。怎么那么难？又失败了，只是钟要远一点啊，近一点会不会比较好？这样比较好。吊臂往下压，让它靠近钟，这个锤子小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。这样有点无敌，这个。这样不行，完蛋了，无法旋转，失败。怎么这么难？是要高一点比较好，好敲啊！感觉中间的吊臂长一点才有办法旋转，吊车的角度要大。新年快乐啊！这样好像可以耶，一直打中。可以耶，持续命中。哇，太难了吧！时间不够，还有52点烦恼，完全敲不到。可是我太短了，要长一点比较好。长点应该是比较痛。12月之星什么啦？哇，什么？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根本打不到。什么？你们过了？太扯了吧！绕这么大一圈打一下才6。哎呦，我掌握到诀窍了！有没有掌握到诀窍了？不行不行，太长话命中率很低。怎么那么难？完蛋，我敲不到钟啊！太长好像没办法，近一点。还是这个要长一点，吊臂还是要短，不然根本敲不到。哇，小猫完全敲不到哦。
不行啊，又失误了，这个角度不行。短一点比较容易中吗？还是让吊臂靠近中好了。怎么会这样转不起来？我觉得诀窍就是要旋转。哇，小猫过不了哎！怎么办？我今年没办法过年了。好几下了？65下。太慢了吧？我这个太高了，这样才可以。吊臂往后退应该就行了。可以啊，这次可以。哦，太难了吧？你们怎么过的？完蛋了，怎么又转不起来？后继无力。哎，你很靠腰哎，要我用一下。那个要不要？嗯，是不是有问题？这里有两包。Happy New Year 啊！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不知道这种有没有，还没有画。这次有机会哦，越来越顺手了，打一下吧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你拿去吗？这我不确定里面。那个敷眼罩包用啊，轩，你可以拿回去用。Happy New Year 啊！哎，完全过不了。是有问题吗？这个，这也太难了吧？难道我过不了年了？超级大回旋可以呀、啊。时间不够，我这好难哦，我完全过不了啊！还是要长一点，这太长了吧？完了，这次太长又敲不到。30秒，我们还有太比较重，它会是算很多下。你这样没敲到，因为我敲不到。拜拜。怎么过的啊？还是我短一点好了，短一点比较厉害。这次是完美的角度，应该可以哦。有机会啊，来吧。这比我想象中还难呢，后面怎么转不了？是我技术的问题吗？前面短一点比较好敲，看来我快成功了。太好了，破纪录！我感觉到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，可以可以，什么感觉来了？同样的角度再来一次，好像又不行了。时间不够，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
完了，这个年过不了了，一堆观众都过关了，我还过不了。我的回旋哑铃很强啊，怎么过不了？安安啊，那叫安安啊，可能有空吧，寒假都会玩啊。加长要短一点，它的力道。这样比较痛，看起来很痛。不行，后面的回转力不见，无法持续旋转。好难哦！你们都过了吗？小猫到现在还过不了哎。真假的？好，我大家看。这次的命中率非常的高，有机会。有位观众建议我拉长一点，完蛋了，根本打不到。好好痛哦，打一下二十也太痛了。可恶，我觉得是失败了。有什么办法让他打比较重？不行不行，还是太长了。命中率还是非常的低。难道是我操作的问题？操作不好吗？这么长怎么打下才七？哎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样也太烂了吧，太垃圾了。旋风斩好了，旋风斩这样比较好中，这样子。哎，啊，怎么转不动？旋风斩怎么转不动？太短了，转不动。旋风斩我没办法。这物理引擎也太难了。又失败了，前面真的不能太长。这样子呢？我是觉得它的加速力不够。锤子感觉要短一点，已经挑战28次了，还是过不了。我觉得都是加速的力道不足，我这样敲一下，每次3，哎，来不及哎，我这样还不行。
威力太小也无法通关。没关系，国父十次革命才成功。好难哦，我这过年都过不去。还是要低一点啊，低一点感觉比较痛。到底高点比较好还是低点比较好？这样子欸，太愚蠢了，完全没动力。好像中间最长，怎么会这样？完全没有头绪。这样。不行啊，完全不会动。你看我中间那个不会动啊，中间都完全不会动。修正一下，短点会怎么样？比较好一点，但没动力。我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无敌风火轮，好，熊猫会了，熊猫这次应该无敌了，这样子、欸，不行欸，还是要长一点才好吧，无敌风火轮，可是我没办法无敌风火轮欸，太长的话没办法无敌风火轮。这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旋转，我说这样子哦，这样怎么会快？观众叫我往上拉，我来试一下。哇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太扯了吧！这怎么扯？就是这样啊，要往上拉。哦，真是很厉害哦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觉得这次应该就过了。中不到，机车角度不对，敲起来很痛，但角度不对。哎、欸，熊猫会了，感觉到这个往长一点。这样呢，我们拉长一点应该就过了。搞笑，完全打不到。好、啊，拜拜。这样不行欸，这样嘞，我再微调一下应该就过了。如果我这次没过啊，我就把食物曲吃掉。风火轮终于出来了，360度，我撞不到，我撞不到。过了过了
啊，断掉了，坏掉了。地球毁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整个地球毁灭了。好蠢哦！我整个地球毁灭了，因为我那个断掉了，太阳毁灭，好白痴。我们再来试一次，敲响108次钟声。不能丢太大力啦，丢大力会地球毁灭。我这样也算敲钟了吧？好白痴哦！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真的啊，108响了，地球也毁灭掉了，好蠢哦。